已。不要走，听我说，我实在不满意。不怨天，我不怪谁，凡事总会有真理。所以你应该冷静，听听我说下去。不要走，你坐下来，一块来评评理。不要走，都不该糊涂闹情绪。不管如何，这误会绝对不能拖下去。真情绝不能随便把些话当儿戏。想什么是爱的真谛，听我说一句，你要是再不听，我会很生气。我已经对你尽心尽力，要不然也没关系。想什么是爱的真谛。